小管他哥抢杯子的，哎，不可以吃哦。是给杨妹妹吃。你要哪一只？可爱，要不要来吃？这一只吗？它是你放在手上来，我跟你讲，因为我们四个人的，我们五个人的，通通都放在手上，手打，赶快手手打平。来一位置，你看，来一位置。咬着给他舔没关系，等下旁边再洗手就好，他不会咬你。哎，这样它就掉了。哎呀，别动，别动，停，停，停。对呀，快买啊！太好了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来，我们上直播。感谢大家。我要，我要，我要。好多哎，妹妹你要拿好啊，都几个。安轩你自己拿，我帮你倒下啊，好不好？不要，那时候三两根，小只的，摇了摇了，不要乱讲，对，他才一个多礼拜大而已哦，不会到吧？不，没有了，他快跑出来了，哇哇，被赶走了，里面小羊在那，来来，轩轩赶快喂给他吃，哎，我萝卜都拔，也是。根本就只有他才要长高，然后一样不会不会，你要蹲得很低，你蹲得很低，然后加水，下午的话就变很快，那客人就可以直接帮他加一颗，然后这样子。他来了，你看他蹲得很低，头发也很快，他可能喝啊，然后就知道有八几个，马上有几个已经开始了。赶快，我帮你，我们先下面。小子的，那他们就会跟到哪？哎，那只太老了。再来一杯啊！好吗？吃完了，吃完了。有喂他小子的，这边还有。没关系啊，你跟着他，你喂的。你想小文想真的想喂小子的。哥哥，你帮我喂大只。你喂。我喂小孩。我喂大的，你就可以喂小的。等一下，这是小智。小智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妹妹。因为一个洞子，一个嘴巴，所以等他一过来。小羊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！咬走杯子，咬走杯子。他咬走杯子，不要让狗狗咬。杯子不要放进他。会打架。没有了，没有。一直到肚子里。小狗会有。慢点，慢点，我大只的吃。哎，我把杯子跟袋子再给我们做回收了。他戳进眼睛。你喜欢啥？你照着我的脚，没有啦。我那时候是在那边跑五六日，玩掉找，玩找找。好玩的特别大。哎，没看到吗？这边都。你看，